的古筝手小雨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双乐团的古筝手叫小雨，大家好。我也非常少来高雄，但是我对高雄有一个憧憬，因为大家跟我说高雄有很多美食，所以其实我是为了美食来的，好不好？那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，然后今天也吃到了就是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很谢谢看到你们在这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小雨，谢谢小雨。那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位非常美丽又瘦的一位。真的很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乐团的柳琴手，叫做瘦瘦。大家好。人如其名呐、啊，真的是瘦瘦。瘦瘦，你很常来高雄吗？其实就是演出的时候才。对啊，也是很少。但是我听说高雄的人非常的热情。可是今天总没有感受到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从台北来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说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要拿出我的小礼物啊？你们逼我，对不对？你们前面是在装，你们现在在装，对不对？是在是不是逼我要拿出小礼物是吗？这时候好，我来 cue 一下那个，好，我们无双乐团要下半场，那无双乐团下半场再送，对，开始送。可是这时候就要给我们热情，不然下半场就奇怪，南部人不是对啊，我们就我听到默默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给我们无双乐团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加一点点尖叫声，下半场才可以更大声。尖叫在哪里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还有，左手边还有最后一位。好，来，我们非常美丽的琵琶手。Hello， 高雄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无双的琵琶手，我叫温温，你们好。温温好。其实我很喜欢高雄，因为我自己也是高雄人。是免不俗都会逼你来一下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很烦？所以一句话惹怒琵琶手，就是弹一下十面埋伏啦。拜托再一次十面埋伏，可以弹一首十面埋伏吗？拜托再一首十面埋伏，可以吗？好。其实都还没有自我介绍，稍微讲一下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好，那我先好了。大家好，我叫丽丝，美丽的丽，然后萝卜丝的丝。没有，因为每次我自我介绍都说我是美丽的丽，然后丝丝入扣的丝，然后你们都会记起来。这次我要不一样，我是萝卜丝的丝。好，丽丝 L I Z， 那我有个人的粉丝专页，就是丽丝 L I Z， 大家可以去上网帮我点个赞。那我本身有出一本写真书，叫做《爱丽丝实名日记》，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我。好，队长好吗？谢谢丽丝，谢谢。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过，我只是少讲了粉丝。对，你可是我现在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压力很大。昨天我们在台中演出的时候，我们的彩队长发生了一件超好笑的事，我连自己名字都可以讲错，他居然把自己的英文名拼错，对，是不要再拼错了，不要再拼错。没有，我要解释，我真的要问，昨天跟我台中场的朋友，就是你现在有看个 live 直播的话，我昨天真的我心里在想要跟音响大哥讲什么事情，然后可是我又在自我介绍，那一心二用之后就会这样，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，我的粉专。是小彩，彩色的彩 ，Z A Y A Zaya。所以呢，如果想要支持像我们无双乐团，无双乐团也有一个粉专，是无双乐团，就是无双应该不用介绍了，双记得是右右那个双，对，两个右，无双乐团。那我们还有丽丝的粉专，还有我小彩的粉专，那还有一个舞者，等一下上来我们再介绍吧，好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。